家好，今天是今年已经到了尾声了，12月，我们一定会一年一度的大扫除，大扫除呗。然后呢，妈妈去午餐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偷懒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偷懒了哦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啊可以这样子吹这冷气，我们打王者。像你们如果你们就比如打打下哦，整吃的话马上开点哦。然后你是说要准备这旁边的啊鸡毛蒜这样子。儿子啊，有没有好好打扫啊？哇，这个哦很难弄哎。我跟妈妈讲哦，你也弄一下，这个很高，我有点怕。你啊，不要玩 game 吗？跟你讲啊，下一次发啦。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哦，就这样子了。帮我按赞分享。喜欢这个影片或者想要关注我就帮我按订阅啦，希望大家会支持我啦。我现在的订阅只有少少鸡三针的，祝大家年尾快乐，拜拜。我老江累的，是不是你帅？不要看了。